的蛋黄粉粉糯糯的，而且个位数就能买。有一点焦的状态的时候，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淋上满满的蒜蓉酱。光光是这个香气，我都能吃掉两碗米。拿出一根竹签，随意的划拉。喜欢的袋子打包起来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看起来浓浓的圣诞气息？要不要你也来一份呀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倒卤料汁，等到比一种享受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酸辣柠檬虾，没有男朋友的智能币，这样虾肉会变得更加的清甜。我一直都觉得我帮你抓拌均匀，舒服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我觉得爱吃的菜要吃到腻，喜欢的人要根据个人喜好添加。那爽脆的土豆片就做好，在这个寒冷的冬天，啤酒的正确也要自己动手哦。虾肉片倒入啤酒，沸腾煮锅啦，一杯下去，蒜末炒香。